请问那个剧组上那个粉粉的是别的组织也会有吗？会有，会有，但是不多，但反正有，就等于就是也是它的特征，这个组织它就会有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嗯、那个是白蜡，那是蜡粉，蜡烛，蜡烛。是有的组织多一点，有的组织不多一点。对对对。这个叫什么姿势？书房组啊，苏州的苏，哦，房梁的房，也是蓬莱族的变种，蓬莱族的变异种。可是我听到有人叫他条纹蓬莱族，这样算不算？这是中国字是。中国汉字是中国人发明的，你要怎么摆怎么讲就是摆。但问题是书房主这个已经用了很久很久了，所以你不必标新立异了。我要加条条纹或那个或那个蓬莱纸也可以，但问题是那个也是有条纹啊，对，那个也是有条纹啊，那你怎么办？他这个书房主已经由来已经很久很久很久，是啊，很多人都是国外他们。也是在用这个东西，所以我想还是就用书房那个书房主那个名字有点不要搞啊。再来呢，这颗呢，下面不要绕搞。Hello， 这里呢，老师，啊、常常有人叫金丝不一样。等一下，如果碰到，应该会有。如果碰到我的，那是书房金丝族啊？是，没有，就是书房族，就是书房族而已哦，不是金丝族。可能以前古代的时候，人家就把这个称作这个东西。你叫金丝。以前可能分的学没有分到那么细，所以当它是变成一个确认的东西，那大家都在引用的时候，它就变成一个已经确定的。那我们可能后来在分类学里面才认为它是另外一个种的变种。哦，这样。以前的牌子好像。我没有，是他种种名字，我都知道里面有一些确切，但是问题大家用名字就比较难确认。什么青蛙这样子啊，可以说，但是如果统称，它其实这整个它还是离不开它的科属，只是种不一样。这是什么？转节泰山。